我从小就还蛮喜欢小动物的，我觉得在工作上我还蛮开心的，所以我那一阵子就是一直跟妈妈沟通，那后来她就是还蛮妥协的。跟客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觉得就是跟客人互动，然后跟小朋友互动，其实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。这中间就是也是会觉得有很辛苦的时候，想要放弃，可是就是想要这些小朋友，就会觉得我还是可以继续坚持。